你干嘛？怎么啦？孩子在，看见多不好。看就看见了，我还要亲一下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喂，什么事儿？现在签字也没问题啊。好，一个小时以后见。什么？离婚的条件要卡卡？是，我就这一个条件。那我现在告诉你吧，不可能。你连自己都养不活，凭什么要卡卡？生活费、教育费，什么冬令营、夏令营，你负担得起吗？我既然要他，我就养得起他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是你那个老情人愿意帮你养孩子是吗？麻烦你转告他，让他去做梦吧。他亲爹还没有死，轮不到他操这份心。王明伟，你太过分了！我过分什么呀？我是讲法律的，我咨询过了，除非你有合理的经济来源，否则，卡卡的抚养权你是拿不到的。那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，我早就找到工作了，我现在每个月的收入至少是五六千，以后还会更多呢。你骗谁呢？你有没有工作我不知道。我什么都要告诉你啊，你有外遇怎么不告诉我呀？你在说什么呢？行，你既然撕破脸皮，那我也就不跟你君子了。卡卡的抚养权我绝对不可能给你的。既然已经决定离婚，关于孩子的问题我们还是心平气和的谈吧。卡卡长这么大一直是跟着我的，你的工作你自己最清楚，成天不着家你怎么带孩子？难道你要交给保姆吗？或许你的小情人愿意帮你带孩子，可是他自己都没有生过孩子，他爸爸，二姨，你是跟爸爸怎么认识的？我和你爸爸是在一个公司上班啊。在一个公司上班？对呀。那阿姨，公司里的人你全认识吗？哎，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话里有话的？阿姨，什么叫话里有话？哎。阿姨，你那个蛋糕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，哎，我可以去吃吗？吃蛋糕去吧。耶，慢点跑。阿姨，阿姨，你看啊！哎，我让你跑慢点吧，笨死了。阿姨，阿姨，对不起。肯定随你妈，自己玩会儿，弄一下衣服。
小心点，听到了吗？阿姨，我不小心把你水倒在你的书包里了。啊！哎呀，你生气了你？怎么了？家里遭打劫了？都是因为小祖宗嘛，把我包弄的全是水。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什么你不敢了？你看就故意的，撒这么准，这包是限量版的，那你卖了都赔不起。小雪，你跟孩子较什么真？不就个包吗？洗一下不就可以了？卡卡，阿姨不是冲你的啊。嗯。啊。爸爸，阿姨好坏啊，我想问妈妈。臭小子。小雪。好、我们去洗澡喽。你说我一直希望您能找份工作，是希望有一天离婚的时候我们有些谈判的筹码。我还真是低估了高明伟这个家伙了啊，竟然真的把这个事儿弄到法庭上去。静茹，你就直说吧，我的胜算到底有多大？如果这个事儿真的闹到法庭上，可能就没那么简单了。法官要衡量的就不光是你的工作和经济能力了。不过好在呢，你有个优势，卡卡一直是由你来带的。不过呢，这也可能变成高明伟的一种说辞，他可以说卡卡是个男孩子，由父亲来带，在工作和生活上可能更方便一点。但是他这么忙，哪有时间呢？他可以说他的工作可以调整啊，并且他有这个能力支配时间。而你呢，你虽然现在有工作了，可是你没有支配时间的能力啊，并且这种官司是个持久战，而卡卡越来越懂事了，他会受伤的。我什么都可以不顾，可是我真的不想让卡卡难过。大姐，别难过了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如果我放弃孩子的抚养权，我能提出什么样的探视条件？至少也得一周一次吧。不过这也得看你跟明伟以后的相处方式了。我知道了，为了卡卡，我会重新考虑一下的。卡卡，好玩吗？好玩。那阿姨是不是比妈妈好啊？阿仔，来吃饭了。吃饭了。爸爸，你忘了吗？妈妈说外面的菜不干净。阿仔，你放心，爸爸是挑最干净的饭店买的啊。哼。怎么了啊？我想上厕所。你前面不是上过了吗？卡卡，这小子，来，我们吃，不管他。